王姓台，对。那我现在在做我们叫做战虾，对，那英文叫做 Sub Issue， 对，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说，当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个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他事情做得很好，或者事情做得很差，他言行不一的时候，对，我们很生气，对，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对，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发泄出来，然后让民意代表可以知道说他今天的言行对他自己本身是加分还是减分。对，那这边我们的解决方式是做一个简单的投票系统，那大家可以去对每一个民意代表按赞跟按虚，对，我们补足了那个 Facebook 补助按虚的这个功能，对，那这样民意代表可以简单的知道说我今天的名声又上升或又下降了，对，那再不然他可以知道说喜欢我的人是哪一类的人，讨厌我的人是哪一类的人，对，然后在一般的使用者上面，就是我们可以在看完一个新闻报道或者看完一件事情之后，对，我们很生气，但是你贴费，我们蔡政委是不会看的，对。但是你在上面去按一个虚，按一个赞，对他长久以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的过往表现的曲线图，它是一直下降，一直下降，或者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对。那我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对民意代表去做一个监督，对。那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就是。希望他的名声是一直下降的这样子，对。那之前文化两个多月，就是有蛮多人的协作，对。那做一个范本出来，对，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但是我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我们都是 junior 的 Rails 开发者，所以我们的程式码写不是很好，对。那我希望就是有 senior 的 Rails 开发者，对，可以带我们就是把这整件事情把它做好。对，那如果有 UI UX 然后 designer 加入的话，可以帮我把前端页面做得更好，这是我们现在的需求。对，谢谢。谢谢。我看到你。